好，谢谢大家。就是今天一堆人被我骚扰，就是来写我们的那个俊逸白话文，一句话解释俊逸的一个经验分享。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最早是，就是我在跟 Sam 就是分享一下，就是我在解释俊逸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困境，然后所以就是希望说借由大家去思考怎么样去好好解释，然后分享自己的经验。那或许其中也有蛮多人就是提供一些就是还不错的反应的一些解释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参考。然后之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继续的，就是收集。然后如果有大家有不错的经验的话，也可以再写上来这样子。然后今天总共有28个回应，就非常谢谢大家。对。然后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的话，我们都放在 Hello World Slack 里面，然后就是直接放出来。那如果我不想被公开的话，再跟我们说一下，不好意思。对，然后这边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录后续就继续，就是让基础生或者下次的大众们也可以继续讨论，就是怎么样可以更好让一般人也能够了解俊逸是在做什么这样子。那就是谢谢大家，就是20位朋友请来跟我领凤梨酥。对，然后第一个因为我分了不少的那个对象，所以我就稍微分类了一下。然后爸爸妈妈篇，我觉得第一个最有趣的是国军，他是高中生嘛，大学生，对，然后他说不太算是政治相关的活动啦，对，然后就是妈妈问，然后妈妈反应就是说还是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就带他来高铁站，就这样子，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还不错，是 peace 一群志工用科技的方式改善社会议题，至少每个句子都是好像一般人可以理解的东西，对，然后妈妈就说哦那很好这样，对，然后有一个蛮可怜，就是他说很棒棒的组织，然后妈妈就嗤之以鼻，对，然后对，那大家都可以参考这些内容，对，然后再来是朋友篇，就是朋友们其实这边是比较算是朋友好像没有 get 到的案例，对，然后第一个就是。这是哲夫写的，关系各种社会公共议题的公民所自发组成的群体。然后朋友的反应是说一句云南说，对，然后这个应该是 Carmen 写的，对，结合个人各界共同参与的热情力量，转成惊人迅速实践力促，实践力促进政府、社会、网民主改变，不是网民主，对不起，甚而影响世界的没有人组织，听起来超厉害的，对。然后朋友说，组织为什么没有人？对，那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反正应该对，所以你是没有人来参与吧？对，然后这就后面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对，那对，然后这边。各种做公益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简短，我觉得应该这是最短的一个，对，大家都功德无量，然后再来就是推坑篇，就是朋友，通常大家是有想要推坑朋友，我自己这样推测，对，所以就是说哪个有很带色聚会哦，然后结果他们就说，所以你们是民间唐凤吗？唐凤是官方出来的，官方唐。对，然后这个应该是B0写的，对，然后就把各式各样的人、不同的人、专长的人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变成朋友，然后合作做对社会好的事情，然后社群就是像社团朋友的集合，然后公民科技会有不同领域的公民，也会有写城市的科技人一起开发，我觉得这蛮完整的，就是把这整件事情就是解释了一下，对，然后所以对方就有听懂，对，我要把这个东西放在我的小笔记本里。然后，对，然后下面就是也是推坑篇。如果你是一个想解决某个问题的人或社群，可以在俊逸和大家提出来。然后，如果你是乐于做点贡献的人，也可以来这边找找有没有感兴趣的专案。那剩下大家就是可以自己看。然后大草坪，我觉得是从以前就一个蛮好的，我蛮喜欢那个说法，但是好像大家会更偏人问号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跳到其他篇比较好笑。对象是四岁女儿，相信大家知道是谁。然后他是说有很多姐姐可以一起聊天，然后所以瑞瑞就说我要去跟姐姐聊天，但是早上9点就要到，我起不来。就是也欢迎大家分享这种，就是不一定是刚刚妈妈或是朋友这样。然后我觉得蛮不错，就是学校老师跟 NPO 组织，学校老师应该是被时代做小学校的时候嘛，就是里面是一个卷起袖子做公益，我觉得这讲法超棒的，就是好像都一般人可以理解，然后也有那个实践的感觉，因为卷袖子。
然后就说你们全都从哪里来，我有被问过这个问题。对，然后再来是 NPO NGO 的组织，这个我也觉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可以复制贴上这样。对，然后还有英文，然后时间到了，对，那就是这些是我自己的小感想，然后之后就是希望可以继续的，就是让大家能够继续讨论的东西，谢谢大家。好，谢谢这里一百号的运动。那如果还没有看到的朋友，等一下也可以就是连到 Excel 表上面都有。那